欢迎入职调查官，我是你的 AI 助理，编号9001小白。这家普通的咖啡店，以后也是调查官你工作的地方。你能逃脱我的影吗？此掌定太极，哈，化两仪，哼哼，阴阳双生。厉天一直都冷冰冰的，这也是促进他和依依感情的好机会呀。那是因为和依依待在一起很无聊吗？具体内容我已经发到了各位的终端，请自行查阅。